华安一千米决赛的时候，在前面已经看到了，就是加拿大的超那个荷兰的，前面第一个那个荷兰的对手的时候，已经知道了，就是太明显了，就是指定会犯规。然后我比较也认识他一点，就是我知道要是我想超他的话，他指定会就是有点动的嘛。然后我也在后面就不敢急他，所以我就滑的时候还是注意谁在我后面控制点速度。